Mugasurat pertama, demas satu, keluarga bahagia。好，小朋友们，让我们翻开第一页。好，第一个主题，幸福的家庭。Mugasurak dua, unit satu, k e l u a g a tersayang。好，小朋友们，请翻开第二页，单元一，心爱的家人。Dengar dan sebut, Dengar dan sebut。

Saya anak sulung dalam keluarga. Saya anak sulung dalam keluarga. Wasi家里的长女. Wasi家里的长女. Saya anak bongsu. Saya anak bongsu. Wasi mozi. Wasi mozi. Saya menjaga keluarga dengan baiknya. Saya menjaga keluarga dengan baiknya. 我把家庭照顾得很好，我把家庭照顾得很好。撒耶撒扬阿甘克鲁阿格撒耶，撒耶撒扬阿甘克我疼爱我的家人，我疼爱我的家人。明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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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意，辉意。 会仪，会仪，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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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妹，关妹，妹女士，妹女士，N 杰旦，N 杰旦，陈先生，陈先生。buka surat ketiga, baca ayat. 好，小朋友们，请翻开第三页，让我们来念这个句子。卡西阿呀，卡西阿呀，爸爸的爱，爸爸的爱。Enjek tan dan Minjun ke kedai buku。Enjek tan dan Minjun ke kedai buku。嗯、陈先生和明俊到书局。陈先生和明俊到书局。Minjun memilih beberapa buah buku cerita。 明俊妈咪咧，把几本哇布古查里达。明俊挑选了好几本故事书，明俊挑选了好几本故事书。恩杰他们把去看明俊，但阿弟尼尔布古查里达。恩杰他们把去看明俊，但阿弟尼尔布古查里达。陈先生为明俊和他弟弟朗读故事书，陈先生为明俊和他弟弟朗读故事书。 n j a t a m melakukan aktiviti itu sama ada pada hujung minggu atau hari cuti. n j a t a m melakukan aktiviti itu sama ada pada hujung minggu atau hari cuti. 陈先生是选择在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候进行以上的活动。陈先生是选择在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候进行以上的活动。Mugasrak enbad. 第四页，dulis huruf，dulis huruf，写字母，写字母，laman a b j a t saya，laman a b j a t saya，我的字母页面，我的,页面我的字母页面。好，小朋友，让我们来写一写这个草写字的 a，小写的 a 怎么写啊？好，提上去，再转一个圈，然后再转。 好，A 大写的 A 的草写字怎么写呢？上去，再下来，然后转上去，再转一个圈，上来。好，B 的小写怎么写呢？转上去，再转下来，再转一个圈。好，B 的大写，大写 B 的那个草写字怎么写呢？上去，再下来，然后转一个圈，再转一个圈。 好，草写的 C 怎么写呢？好，从下面上去，再转一个圈。好，草写的 c 小写怎么写呢？好，上去再转一个圈。好，草写的 C 呢？大写怎么写呢？从中间上去，然后再转一个圈下来。好，D 小写怎么写呢？上去再转一个圈，再上去再下来，D。 好，大写的朝写 D 怎么写呢？从上面下来，然后转一个圈，再上去。好，这就是朝鲜的 D 大写。好，从上面下来，转一个圈，然后再往上。好，i 小写 i 的朝写怎么写呢？上去，再转下来，然后再一点。 好，大写的 I 怎么写呢？从上面转上去，然后再往下，好，像一个钩子这样子哦。好，J 小写的草写怎么写呢？上去，再下来，然后转一个圈上去，然后最后再点一点。好，大写的 J 怎么写呢？来，从这边往上翘上去，然后再往下转下来，转一个圈上去。 好，k 小写怎么写呢？转上去，再转下来，然后从中间这样子转一个圈，然后再下来，往上翘。好，大写的 K 朝写怎么写呢？来，从这边开始，好，横着过去，再转一个圈下来，然后再往上，然后再往下，这样子翘上来哦。好，L。 朝写小写怎么写呢？好，从左侧往上转一个圈，再往下。好，大写的 L 朝写怎么写呢？我们也是从左侧的中间开始，中间往上转一个圆圈，往下转一个圆圈，啊，再敲上去一点啦。 好，小写的 Q，朝写怎么写呢？从这边翘上去，然后转一个圈，然后再往下，然后再翘上去。好，大写的 Q 啊，跟一般的啊这个 Q 的字母没多大的差别了，转一个圈，然后呢，在下面再啊，再给它一条尾巴。好，朝写哦，小写的 R 怎么写呢？ 来，从左侧往上转一个圈，然后呢，再这样子啊，从左侧下面哦，往上翘，然后转一个圆圈，然后啊,啊，最后要翘上来。好，大写的 R，我们先从中间这样子往下，然后转一个圆圈，然后再从上面转下来到中间，然后再往下，然后翘上来。 好，小写的 s 呢，先从下面上去，转一个小圈，再下来，再上去。好，大写的 s 呢，要怎么写呢？从左侧最下面往上翘上去，转一个圆圈，然后再往下转一个圆圈。嗯，好，小写的 t 呢，从左侧中间下半部往上转一个圆圈，往下翘上去，然后再打一个横。 好，大写的 T 怎么写呢？从左侧上面哦开始，稍微转一个，然后再转一个圆圈，然后再翘上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写的 W 怎么写呢？好，这边翘上去，从中间左侧翘上去，然后往下转，再转。 别忘了，还有一个小尾巴。好，大写的 W 跟小写 W 差不多，只是说它比较高啊、哦，身体比较高，那它会用到两行两行哦。好，从左侧上面转一个小小的转，然后往下，再往上，再从上到往下，再往上，然有一个小尾巴。好，小写的 X 怎么写呢？哎，从中间往下的部分哦。 中间偏下的部分开始，这边转一个圆圈，然后往上，然后呢再转一个圆圈。好，X 大写呢也是一样哦，但是它会用到两行。好，从最上面开始转下来，然后再往上，然后再写一个 C 这样子往，好转一个圈啊、哦，像 C 这样子啊、哦。 好，y 小写怎么写呢？翘上去，然后转个圆圈，再下来，然后再翘回去上面。好，y 大写呢，也是会用到，会用到三行字哦。y 大写会到会用到三行字。那首先呢，先从上面偏上的左侧偏上的部分转个圆圈，然后再这样子，再往下，再往上翘。好，小写的 z 呢？ 啊，好像一个“乐”字这样啊、哦，好像一个中文的“乐”这样子啊、哦，从中间好转一个小圈，再转一个小圈，再翘上去。好，大写的 “Z” 呢，就是端端正正啊、哦，跟一般的 “Z” 就很像了啊、哦。好，这样子再往下，然后再往右边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写的“一”怎么写呢？这样翘上去，然后再下来，然后再翘上去。好，大写的“一”呢？从中间左侧往上，然后好像是一个往左边的“三”这样子写哦，“一二三”的“三”这样子，但是它是向着右侧的哈、哦，向着右侧的哈、哦。好，从左侧中间开始往上翘，转一个圆圈，再转一个圆圈。 啊、哦，转到中间啊、哦，好，F 怎么写呢？从左侧中间往上翘，然后再往下，然后再转一个圆圈，然后再往上翘啊、哦。好，F 大写，从中间啊、哦、左侧，好，往右边，然后转一个小圈，翘起来，然后哦，然后再横打横啊。哦 好，G 小写怎么写呢？从中间左侧往上，然后转一个圈，然后往下再翘上去。好，大写的 G 呢，跟小写 G 很接近哦，但是它会用到三行。好，也一样哦，从中间左侧这样子转一个圆圈上去，再转下来，再往下，然后呢再翘上去。好，小写的 H 怎么写呢？ 从中间往上转个圆圈下来，然后再转个圆圈翘上去。好，大写的 H 呢？从中间啊、呃，中间左侧，中间偏左这边开始往上，然后再往下转一个圆圈，停止。然后好，H 大写怎么写呢？从中间偏左。 往上，然后往下转个圆圈，好像写一个 J，然后就停止了。然后我们再去右边，往下，往下，然后再翘上来，转一个圆圈上去。哦，H 呢要分两个部分来写了啊。好，M 小写怎么写呢？从中间左侧。 这边上去，转下来，再上，再下，再上，再下，翘上去。好，大写的 M 就，好，大写的 M 呢是从这边啊、哦、左侧下面转一个圆圈，翘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再下来，翘一点点尾巴。好，小写的 n 怎么写呢？从中间左侧开始转一个圆圈下来。 再往上，再往下翘上去。好，N 大写怎么写呢？从下面这边开始哦。好转一个圆圈，翘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好，小写的 o 呢？好，上去，从中间左侧上去，再转一个圆圈，再转一个圆圈，翘上去，右边啊、哦。 好，大写的 O 也是一样，但是它会用到两个两行，会用到两行哦，敲上去，转个圆圈，再转个圆圈，敲上去。好，P，好，从中间左侧往上，再往下，然后再往上，好像写一个二那样子哦。好，大写的 P 也是一样，从中间左侧上去，再下来。 然后再上去转一个圆圈啊、哦，半个圆圈啊、哦、就可以了。好，小 u 啊、哦，小写 u 怎么写呢？从中间左侧往上转下来，再往上，再转下来，再翘起一个小尾巴。好，大写的 u 呢，就好像开始像写一个二这样子哦。好，从中间左侧转上去，再下来，上去。 再下来，翘起来。好，v 小写 v 怎么样写呢？好像一个二这样子哦。上去，下来，然后再上去，再翘一个小尾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写的 v 要怎么写哦。先从这个左侧的上方横着写，然后再往下，然后再往上，然后再往右侧横过去。好，今天的课文朗读呢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